赏月不能没有茶，相聚不能没有酒。今年的中秋佳节，老杨为大家送礼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每位购买老杨私房茶的观众朋友，我们都给你备一份红葡萄酒跟白葡萄酒的礼品，佳节和我们的亲友共享。祝大家中秋快乐，送礼仅限于中秋节之前，详情请加微信主930了解，扫扫二维码也行。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。